在众多 SUV 品牌中，不少车型都是评价很好的，比如福特锐界的口碑就很好，消费者们都纷纷表示这款车外观上十分大气，车内空间也很大，驾驶感也很顺畅，底盘扎实稳健，发动机的稳定性也很好，速度很快。消费者还强调说，最重要的是安全性很高。的确，福特锐界在各方面都不输汉兰达的，价格也比较便宜中肯，适合一般家庭作为家用车。相对汉兰达更受消费者青睐的一点是，即使锐界卖得很好，但却不曾加价，这对消费者来说十分可谓是良心产品了。并且现在汉兰达还在加价，锐界不但不加价，还有一定的优惠，这足以见得锐界的优势了。锐界作为福特旗下一款 SUV， 虽说是美系车，但却是在欧洲的公司研发生产，整体上还是带有少许欧洲风，显得十分时尚，外观和内饰都能让消费者满意。并且这款 SUV 空间极大，是七座的，但对于小家庭来说，可能第三排没什么用武之地，但后备箱的空间却很宽阔了，在外出时可以带很多东西，也不怕坐在车里会拥挤，平时全家一起出门郊游玩耍的，这款车也能很好的发挥作用。但也有消费者说因为锐界七座配置而不满，因为觉得空间太大了用不上，甚至没开多久之后就想要卖车换一辆新的。也许考虑到油耗等因素，这款车不适合家里只有三四个成员的家庭使用，但是这款车总体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。